看这个正弦、余弦跟正切的两倍角公式，啊，这些很重要，都要把它记起来。我们看第一个，第一个 sin 哈，二西塔可以看成是 sin 哈，西塔加西塔，啊，用那个和角公式展开，哦，这是阿尔法，这是贝塔，这是 sin 阿尔法 cos 贝塔加 cos 阿尔法 sin 贝塔。好，哦，啊，这两个一样的，所以是两倍多少呢？两倍的 sin 啊，西塔 cos 西塔。啊，再来看第二个公式 ，cos 二西塔，这也是用那个，哎，和角公式展开，西塔加西塔，这等于多少？等于 cos 阿尔法 ，cos 贝塔，减掉 sin 阿尔法 ，sin 贝塔。那这个等于多少呢？这是等于 cos 西塔的平方啊，减 sin 西塔平方。好，那我这里哈，哦，把它给加一个 cos 平方，啊，后面减一个 cos 平方嘛。加个 cos 平方是两倍的 cos 平方啊，这里减 cos 平方的话，就变成减掉括号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就是一啊，就是减一。啊，另外的话哈，哦，我也可以，哦，前面加个 sin 平方，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是1嘛，啊，加一个 sin 平方，减一个 sin 平方，就减变成减两倍的多少呢？ sin 平方。那，啊，这样我证明了呢第二个公式。啊，第三个公式的话，哦，就用多少呢？ tangent 哈，哦，西塔就是阿尔法，阿尔法跟贝塔都令它等于西塔。那就等于说用和角公式展开，一减掉多少 ？tangent 阿尔法，啊 ，tangent 贝塔就 tangent 平方嘛，啊 ，tangent 阿尔法加 tangent 贝塔，两个都是 tangent 西塔，所以是两倍的 tangent 西塔。哦，那这样的话呢，就得到这个结果。